大家好，我是欧妹。岁月匆匆又一年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相伴。今天就是除夕了，祝大家除夕快乐，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如意，好运年年不断。今天准备了一点胡萝卜和菜和一大块羊肉。配料就是酸辣、姜蒜、干辣椒、八角、香叶、花椒。先把羊肉拿去焯水。料酒多倒点进来。好了，捞起来。烧油。把焯好水的羊肉倒进来炒，翻炒一会儿，配料倒进来，再来一大勺豆瓣酱，老抽、生抽、加入山泉水，炖煮个五六十分钟。中途把萝卜倒进来，撒点盐，再继续煮一会儿。可以了，把蒜苗青菜倒进来，准备开吃。今天这一锅羊肉真的是太安逸了。